把喷油器固定于台前上，拿出电磁阀拆装工具，配合扭力扳手，拧松取下电磁阀，使用镊子取出调整垫片，将西门子拆装工具压入喷油器内，扣紧压板螺丝，拧紧拆装工具上的锁帽，用19号套筒套入拆装工具，并用扭力扳手拧松拆装工具，取下拆装工具，取出压板螺丝，用镊子取出控制阀部分，翻转喷油器，使用15号套筒配合扭力扳手拧松取下压帽，依次取下油嘴，过渡板，顶杆，弹簧，取下喷油器，倒出垫片，取出阀杆，分解完成，将阀杆装入喷油器，依次装入垫片、弹簧，顶杆，过渡板，油嘴，拧入压帽，喷油器固定于台前上，使用15号套筒配合扭力扳手拧紧，力矩为65加减5牛米，装入控制阀部分，拧入压板螺丝，西门子拆装工具装入喷油器内，喷油器固定在台前上，用19号套筒套入拆装工具，并用扭力扳手拧紧，
例举为60加减5牛米。取下拆装工具，放入调整垫片，测量工具在归零块上归零，放入喷油器，标准数值为 0.050 加减 0.005 毫米，引入电磁阀，电磁阀拆装工具配合扭力扳手，拧紧电磁阀，力矩为20至30牛米。